最佳华语专辑奖，让我们恭喜加长音乐。这是一张单人乐队加 Home Cooking 做出来的奇幻音乐宇宙观，把音乐变成自然日常，把文字换成文化，极具力道，也同步宣示了宅制作的音乐新方向。你知道我妈很爱跟我下指导棋，然后她其实昨天有写一篇感言叫我讲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把它念一下。蛋堡台面上是个有实力、肯努力的音乐人，自认是个任性的人，实际不任性妄为，只是不为名利而改变初心，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做法，不浮夸、不炫耀、不嫉妒、不排挤，是他做人的态度。我觉得我妈对我的误解太深了，谢谢。非常紧张，第3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，让我们恭喜加长音乐。这是一张单人乐队加 Home Cooking 做出来的奇幻音乐宇宙观，把音乐变成自然日常，把文字换成文化，极具力道，也同步宣示了宅制作的音乐新方向。哇，真的不知道讲什么。那个，其实大家都很厉害，对不起。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啊，是真的，就是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讲讲会生气吗？对不起，那个我还有，就是其实我妈，就是你知道我妈很爱跟我下指导棋，然后她其实昨天有写一篇感言叫我讲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把它念一下。因为疫情，我妈没来观礼，她交代我，如果得奖，她是我的制作人，也来蹭热度，发表一下感言。蛋堡台面上是个有实力、肯努力的音乐人，自认是个任性的人，实际不任性妄为，只是不为名利而改变初心，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做法，不浮夸、不炫耀、不嫉妒、不排挤，是他做人的态度。在家是个慈爱的父亲、孝顺的儿子和贤惠的丈夫，一个人负担起养家活口的责任。五个家人，一只猫，一只狗，非常辛苦却毫无怨言，令人心疼。在工作上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感恩。那个，我觉得我妈对我的误解太深了，谢谢。